Can girl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睇下今个礼拜有咩创业新闻呢？唔该，艾女。助本地中小企转型抗疫，生产力局即日起推半价优惠措施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日前宣布，鉴于香港目前营商环境严峻，为协助本地中小企、初创企业渡过难关，当局特别推出中小企纾缓措施，由即日起至9月30日提供50%优惠措施，并适用于所有最新研发及顾问项目、测试服务、场地租借。生产力局新措施会取代2019年9月的优惠措施，新措施涵盖研发及顾问项目人员、获政府资助计划的顾问项目除外，测试服务人员以及场地租借，均提供定价减半优惠。所有企业培训课程三送一优惠，同样适用于上述期内使用，优惠并不限于中小企业，以支持本地企业在疫情寒冬下鼓励员工进修增值。除了减价优惠外，生产力局已更新 HKPC Live 网络研讨会以及线上培训课程，以持续推动企业增值和学习文化。生产力局总裁毕坚文表示，当局期望透过纾缓措施，与本地中小企、初创企业伙伴携手同行，应对目前的挑战。当局亦会透过提供自动化、3D 打印技术及系统整合等顾问咨询服务，支援社区需要，希望企业在防疫抗疫期间，能够找到最合适的新营运模式。如欲了解更多优惠详情，可浏览生产力局网页 www.hkpc.org/ch-hk/have-price-concessions， 或致电热线2788-5555，或电邮至 service@hkpc.org 查询。好，今日睇到呢度先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